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宇哥。然后呢，这一期就为大家带来我从来没做过，但是很多 UP 主都做过的不要笑挑战。但是我呢，想搞点不一样的，就你们不是有投稿吗？投到我的这个宇哥到处跑的这个邮箱里面。然后呢，我就直播给大家看这些邮件，就没有筛选的，随机的抽取你们发给我的这些视频，然后我来看。众所周知呢，不要笑挑战是有那个惩罚措施的啊。然后我这里正好有一个什么的牛油无渣火锅干料包，就它里面呢全是花椒和这个辣椒啊，这个应该挺辣的吧？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不好？直接开始，然后首先呢，打开这个邮箱，你看，然后上面写的549封邮件，不是，都把广告打开了。好，首先跟你们说一下啊，我的这个表情呢是不算是我在笑的啊，就这个。这个不算啊，这个说明我正在憋啊。然后从最后一页开始看啊，就是你们最早发给我的第一个，首先这个叫高佑佑的这个网友发给我的啊，他发了一个链接啊，就发这个链接的啊，就是很懒惰啊。我们下一个不看这个链接，下一个，第二个尼多王啊，尼多王。너눈에뵈는게없구나야不是这个东西为什么砸到地上的时候它没破，弹到这个人头上的时候反而破了呢？很奇怪，很奇怪。先把这个水准备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轻轻柔柔的想念，在当年的季节，哦，好想你。一般好不好？一般。轻轻柔柔。那你看看。你的驾驶室和副驾驶上边这个安全带都插在上边，为什么不系在身上呢？那里明明同的嘛。还有宠物吗？那有猫啊？啊？不，小熊。本重庆人，这重庆话八级，真的我，你看我说一句啊，那里明明同的嘛，对不对？好像笑了，吃一个。我要飞得更高。啊，继续。不是，哎呦，这么好笑，这个再看一遍。哎呦，不行，这个我要吃三颗啊，这个吃三颗。我为什么吃三颗啊？说吃一颗就吃一颗，吃一个。不行，前面那个太猛了，不行，有点猛。好了，下一个，缓一下，憋一下。不是，啊，不是，有点猛，怎么开始猛起来了？先留着好吧，我们先看，要不然每个都要吃了。吃饭了吗？想我了吗？有没有乖啊？怎么不说话呢？丢了吗？你拿嘴给我闭！吃饭了吗？想我了吗？有没？哎，不对，不能每个都笑吧？不行，切两颗，接着看。哟，这个附件的名字啊，点开看一下，这个必须要看一下。是完美衔接这个东西，不行，先把签约都还了好不好？好强啊，这些做视频的，三颗。我们继续啊，继续。我勒个毛！我在思考那个题到底是什么题，我好奇那题的题干是啥。这个人说啊，不笑马桶洗脚。我直播如果不笑，你直接马桶洗脚照片发给我啊。你别笑。
你知道像我们这种胖子看了这种是不会笑的，反而会感到深深的自责和惭愧。所以兄弟，马桶洗脚的照片私信给我。他用英语怎么说？他用英语这么说。真的假的？试一下。Hey Siri， 他用英语怎么说？请稍后。他用英语这么说。She。不是，是男的他。She。不是，是男的他。哦，这个音乐。不是，没对上，就这个音乐吧，跟那个 Zag 那个不能一起放的，好不好？这种点都 get 不到，不好笑。这种音乐应该怎么来啊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信号爆灯，从你出场的一瞬间就让我眼前一亮，你的身高体重就是我要苦苦追寻的那个人，我愿你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我愿陪你到天涯海角，直到生命的终点。在外面，我是熊大木笔下的穆桂英，领军挂帅，驰骋疆场。在家里，在老公面前，我又是曹雪芹笔下弱柳扶风的林黛玉。这个咱俩的文化差异太大。不是讲搞这些虚的干什么呀？咱俩的文化差异啊太大了。吃一个，好久没吃了，终于来了个可以让我吃了。从狗狗的眼神当中知道这狗合不合算，你看这狗眼神啊，非常的合算，就知道它这个是哎干什么？干你！不是，左上角怎么有一个奇怪的东西？左上角，好，这个叫绝对搞笑，不笑我硫酸泡。调啊，调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啊，看一下。你的心里，我是否就是唯一？爱就是用我唱伴着你。哎呀，好久没吃这个张亮啦啦浪马马啦啦啦亮张亮什么啦啦浪张。哎呀，好久没去那个什么杨国福啦啦啦马啦啦巴啦马啦啦杨。好了，那么是我第一次做不要笑挑战啊，不知道大家笑了没有呢？我反正是吃了好多这个辣椒啊。那么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给我点个赞啊！点赞如果多的话，我看要不要再出下一期不要笑挑战，因为我现在还有一大半素材都没看呢，然后可以随时往这个邮箱里发这个素材啊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